请让周瑜同往，借此机会，我定会收获颇丰。 想起父亲战死时的情景，太史慈这种忠烈之士，怎会倚仗丹药之力？事有蹊跷，当务之急，还是先解决眼前的敌人。 真会让你老跟我操心，竟会弄得如此狼狈不堪，还真不像你。众谋，跟紧，我等一起全力阻止他。 男儿处事，当以信义二字为先。吾前教诲，片刻未敢有为。然而此所效忠之主君，虽清廉正直，却缺乏胆识。使慈之忠心如无物，始终不肯委以重任。 此征战沙场，只求寻找一位值得世子效忠之明主。此番激战，命悬一线，竟然终于得偿所愿。全凭诸位对深陷黑暗之中的此伸出援手。丈夫生事。 当有有用之身，以求他日报效国家。踏破铁鞋无觅处，终于在今日得遇明主，此愿前往集结残兵，以资将军，证明忠心。哼。
兄长，真要放他走吗？我知子义为人忠肝义胆，一诺千金，必定不会负我。好，接下来去往何处？我等要闯出损失新的天下。其实还有一人，我很想要他同行。一切便交给鱼吧。能让我尽情展现残余之处，说啥子腐话。得知宫瑾似乎只身折返襄阳，此地邪气尚未散去，必须在酿成大祸之前将他寻回，请阁下再助孙权一臂之力。这般谨慎之人，怎么也开始孤身行动？可恶！
那个身影是公瑾，真是叫人好找。于不想让众将担心，所以悄悄离营独自前来，不想却还是惊动了阁下，让阁下费心，于实在过意不去。只因于感念为孙氏战死沙场的千万将士，因此独自来此为其吹奏一曲，聊以平定。公瑾，别像父亲那般擅自离去，若是你有个什么万一，我等该如何是好？仲谋，于此举确实有失妥当，眼下一曲已终，回营之后于定当另行请罪。你也是想替我等悼念战死的士兵才做出此举，不必自责。公瑾，可否再吹奏一曲，也让我听听你的笛声。